请欣赏相声《脱妻见子》，表演者高峰、栾云平、刘静。刚才是王浩平、张九龄，他两人呢，不光是好搭档，还是好朋友。是，你看这个交朋友啊，讲究一跪一垫交情乃现，一死一生乃现交情。穿房过屋，妻子不避，得有那托妻献子的好交情，这才叫交朋友。您这还是靠一靠的。那当然了，跟卖门的似的。您这话什么意思？就是成靠的。哎，对对对。哎，您逐个跟讲的什么意思呢？你想打听什么事儿啊？就您刚才说这个一套一套这个。哦，您不明白。哎，我可以给您免费的解释解释。嚯，您想问哪句？咱就说那个头一句，是一跪一见交情乃现，这是交朋友的一般法则。嗯，什么叫一跪一见交情乃现呢？哎，您讲讲。举例子来说吧，啊，比如说您，我，您家里边条件很好，哦，地位很高，很有钱。呵，我家里边生活贫穷，不耽误咱俩呀，成为好朋友。哦，一个穷一个富。哎，具体说吧，嗯，您现在呀，就不是相声演员孔云龙了。我根本也不是。您就别客气。没客气，咱这是举例子。哦，甭管例子不例子，我就不是孔云龙。反正甭管叫什么了吧。啊，您就不是说相声的了。哦，您是一个跨国集团总公司的 ICU。 嘿，我倒气儿。看您还可以啊。嗯，您倒气儿。 ICU就是特别重要的那个叫首席执行官，啊，那个 CEO 啊 ，CCT，您是这个 ET， 你 CEO，CEO， 对，反正您说了算，固定资产好几十块，您请他呀，好几十块，怎么了？多了是少了？太少了呀，还嫌少就不知足你啊？这比我现在还少。现在有多少啊？我现在好几百万。好几百万，你太多了，好几十块地。哦，不是好几十块钱，呵，地啊，那地呢都是你们家的建筑，你们家买卖，你都没听清楚地。对呀，这好，这得多少钱呢？是啊，我跟您比差太多了。您怎么样？您全球都有您子公司，我就一个公司，我那打工还下岗了。您一公司都不公司？对呀、啊嗯，家里的生活条件太差了。哎呀，父亲老年痴呆，母亲是阿尔兹海默症。哟，这两口子开一个药，这不一个病吗？对呀、啊，这说话也不能重复。哦哦，哎，父亲老年痴呆，母亲阿尔兹海默症啊，俩人一个病房认识的。你说有没有缘分？都得了这个病了，还有三心谈恋爱呢？是，从二来岁就开始，不了解情况乱发言。二来岁算老年痴呆。老年痴呆最大症状是什么呀？这胡子忘事儿。胡子忘事儿不认人啊？对。经过医院的治疗，不得有点效果吗？没效果住那儿干嘛去？哎，对吧？经过一段时间治疗，俩人在那儿有好转，都认识了。哦，认人了。对，这是这意思啊。哎，反正就是都病着嘛。啊，媳妇儿离婚跑了。给我撂下一个孩子，就剩我一个人挣钱糊口，我还下得岗了。你说这种情况家里边困难不困难？太困难了，跟您比一天是地下。哦，我也得活着呀，怎么办呢？做小买卖，卖马铃薯。马铃就是土豆子啊，也有这么叫的啊，也有这么叫的。哦啊，卖点土豆，上那个大胡同买一沙发。买完这沙发呢？你坐的沙发就卖土豆。沙发买土豆干嘛？那你想表达什么呢？买一沙发搁家里头，家里床都没有，没床。那你直接买一床多好，没地儿搁呀。哦，只能搁下沙发。沙发床，白天坐，晚上躺。呵，哎，两个。对，这跟马铃薯关系在哪？别着急，用一回嘛。然后我就有动力了，给这老两口出院了，我得接回来呀、啊。出院了，往家里这么一躺，都搁沙发上。对、啊，弄一个书包，背好书包，上菜去，上菜去。就是这囤货。对，弄几马铃薯啊，挑点那一边大的，
是吧？看来叫盘是盘子叫盘子是一边大，买的是一边大，知道吗？自个儿发的是有大有小，真不知道。啊，这有意义。哎，可以的事儿，出去叫卖。啊，卖土豆是怎么叫卖？土豆，土豆卖。哦，土豆卖。一听就不是传统的。咱不会啊，这哪会吆喝呀？没见过有卖土豆吆喝的。就说没有单卖土豆。哎，生活困难，你上那些菜，咱拿的那个本钱呢？只能卖土豆。从家出来溜溜达达，奔河边。嗯啊，河边有人卖土豆吗？河边有跳河的。就是啊。别着急呀、啊，哪儿都有买土豆的呀。问居民区，居民区河边也有居民呢。嗯，咱这门口、哦、就是小区啊，是，对不对啊？溜溜达达溜了一上午，嗯，一个也没卖出去。你看看，哎呀，连个问价的都没有。嗯，难道现在这21世纪人都不需要土豆吗？是不是您的土豆不正宗？我这还没拿出来呢啊，卖出去我着急呀、啊，万般无奈走投无路，这个时候您出现了。我怎么样了？您出现，您我以为你要买土豆呢，不是我，你也不是这打扮啊，那天穿的不是这色的大褂，啊，什么颜色大褂？也不是大褂，那就对了，哎，穿的是西湖，然后下身呢，穿着羊肉，都山脊啊，西湖羊肉饺子，我这个，您真是穿那个那样的衣裳，这样的枪锅头那个，后边有两排有四排的那个，那叫西服。西服，对，您穿的是西服，西服上衣，里边夹领子。我要盘住。对，然后呢，下身呢是一个牛仔裤衩啊，脚底下穿着一条辫，然后呢，条辫有什么东西？条辫，然后他们都懂，你不懂。哦、这手呢拿着个烟袋，这夹着 iPad， 然后这儿粘着胡子。这儿别着六个小铃钟，然后呢，脑袋上戴着泳帽，戴泳帽，这儿戴着眼过镜，戴过镜镜片，这粘着胡子，然后呢，有毛病，开点吧，这打扮成这样还粘胡子？对，他自己没有胡子吗？对，让你长不来，你们是不是？来不成这点儿，您说呢？我长不成胡子，你是太监，真是长多慢呢。挺大的胡子，你不得沾上不快吗？使劲儿啊！这叫易容术，哎，就让人看不出他本来的面貌来。嗯，啊，他不是走着来的啊，我呢开车来的。我都是趁车。对，开着他那一开门的宝马，到我面前。这不三蹦子吗？三蹦子是吗？跑气肚子。不是，那一开门，三蹦才一个门。你这个人呐，这个脑子太慢，你说不了相声。你呀、啊，开着个宝马。看见我到我面前一踩刹车，5分钟之后车停了，然后您啪一开门，你下来了，一开门下来了，一开门等您之前省了那么些去，哎，我是明白不了，反正您从车上下来了，宝马哈，对，您一看我一看您，四目相对的时候，这个时候。看出咱们的交情来了，你有条件呢，我条件太差了，互相都认，你认识我，我都不认识你了。我一看，哎呦，这谁呀、啊？这是一般人都不认识，咱不认识。对，他赶紧，羽毛还不好裂呢，啊，裂起来，啊，我这这摘下来，胡子摘下来，看看我，你不认识我了吗？这回认识，义父。你怎么问我？谁呀、啊？我管你叫义父。对呀、啊，你忘了小时候咱一块玩儿，那个自个儿给我起外号，管我叫义父。你忘了？说我显老。义父就是干爹的意思。对呀、啊，说我显老那意思。哦。哎呀，你这么老了，怎么跟义父似的？你把我改义父。你忘想起来了吧？这是什么？我没想。一提就想起来。我一看，管我叫义父的人怎么不说？知道我这外号的不说。你是我儿吗？叫还挺亲。是我儿吗？是啊，老义父。一般这个拜卖土豆当义父还不多，看不起卖土豆的。嗯，职业歧视。卖土豆很光荣，没有卖土豆的，你吃什么土豆去？真是整个山药豆子。我去，抱头痛哭啊！你怎么混成这样了？嗨，别提了。一言难尽呐，还要唱，我下岗
你这打架我不打架我都扛。下岗之后没有收入，这不是卖点蔬菜吗？啊，你挑俩大的，不要多少钱了啊？一边大，不要多少钱。一边大，你不挑俩最大的吗？真是，不别卖了，卖那玩意儿卖多少钱去？看见我了吗？看见我，这等于看见菜园子了。啥意思？这是。您外号是太原张青，您平常啊好练好交朋友，朋友特别多，哎，就看见我就行了啊，我来接你接你。我说你要包圆吗？我包圆干嘛？干啥？从兜里头拿出一摞那个银行卡来。银行卡，人家那卡都一摞一摞的，我一张我都不张。卡多的。哎，搁在手里头。三，王炸。我三已经过炸了。对呀、啊，出天了，行吗？乐意吗？还出那些炸完之后还出三？没有了三，我就一三了，你有三吗？真是的，这不是你卡太多了，你得挑挑啊。多少钱都有，60万的，四十万的，50万的，对吗？8.4的，还有。我还有8.4。8.4公交卡呀。公交卡呀，你看看。对了，你有时候不开车呀，你就坐公交车，这不是环保吗？绿色，哎，掏了一张，上面写着20万，二十万的钱，递给我了，给你，这有20万可以提现啊，提出现金来呀，你干点什么小买卖比卖土豆强啊，是不是？密码在上面写着呢啊，都写卡上，那丢了就全丢了，你这小心眼儿。你这个人，你真是写上怕什么的？你写不是按正常顺序，密码从左到右不是，你是打乱顺序，你自个儿知道，外人不知道，你是从右往左写这密码，这就防着他。哎，拿过来之后我取出来，密码在上写着呢啊，我看这个啊，对，这6-1这个啊，你要银行这6-1，我从往哪边往哪边也6。这不都是个代号吗？您那密码我真往出说呀，我真在这说84032，就他那个密码，我在这儿我就说，你打电话你赖我，还真防着点儿。这边都是代号啊，这密码写上了啊，你取出钱来干个小买卖啊，有什么困难还找我啊，人送外号太原的啊，我走了，穿上他那宝马。当时一起动，打四个就打着了。这还是接孩子的三包。对，车马就是这样，消失在黑烟当中。拜拜，我儿，拜拜。行了，拿这20万，我心里边我感动了，我。那可不。好家伙，这不光是20万，这是我们全家老小的性命啊！呵，挨打这20万块钱。当时上银行里头，人家还真没骗我，真取出钱来了。干嘛骗你？对呀、啊，把这土豆倒出去，把钱搁书包里头，背着书包，20万，奔股市炒股套里头。然后孙子不孙子呀？我怎么孙子？给你钱，你不知道好好干买卖，你股市。咱不想多挣点，多还给你点吗？自己是咱哥心。没想到啊，套里头了。套里头别鼓掌。心里边着急呀、啊，快点！哎，过些日子还起来了，驴市到了，反常，反常。什么叫驴市？股市啊，有那个牛市，有驴市，有熊市，有没有牛市？没有驴市，就挣钱这个红箭头，这叫嘛是？那牛牛市，咱这据说还是母牛，嗨，知道吗？就是长得快，长得快，蹭蹭蹭长啊。涨回够20万了，你就多余，赶紧取出来，干个小买卖，日子越过越红火。过了2年，哎，连本带利全还给你，额外请你吃八宝菜，呵，算我对你的感谢，这就够了。就是您家里有钱，我家里困难，不耽误咱成为朋友。哦，一跪一见，交情乃现。您讲的还真细，您明白了？明白了。不明白讲一遍，那可以了。哦，一遍就够了。是，就是一个有钱没钱，对，不嫌弃。哎呵，还互相帮助，交情乃现，是吧？对。后边这个叫一死一生乃见交情，这句您明白不明白？哎，不，您解释。还不理解啊？一死一生乃见交情啊！这是什么意思？这说一个人死了，那个人活着，俩人还是朋友，死了都不嫌弃，还是朋友。死了还是朋友？还不同意？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啊。您
这时候台达，您举例子啊，哎，您就不是那个跨国集团总公司的 ICEO 了。您是什么？就不是那当官的了，头了，您没钱了。那我呢？您呢？走在大街上没注意啊，啊，出了一点交通事故，嗯，让汽车呀把您给撞了一下。哟，您放心啊，别扭啊，不是特别严重，擦破点皮儿。这身子呀，在咱那个剧场这儿，脑袋在北仓，一下就到目的地了。对呀、啊，在北仓。救火车把你给撞了，救消防车，好，你站在消防通道上了，站消防通道上，好家伙，从哪儿往哪儿掉车呀、啊？就在咱这儿，这不得建国道这儿吗？啊啊，这北仓那儿，现在叫北辰区啊。哪儿着火呀、啊？就火葬场那炉子那儿着了，然后从河北往过掉车，这最近的，离北仓最近。哎呦，对吧？我早知道我不在这儿演出就好了。你不在这儿演，别人就撞你一样。追着撞我，咱不得举例子吗？哦，一死一生，你不死，那一死呢？怎么举例子？谁是一死？你死，你是那一死。我一死，谁跟你说呀？我必须是一生，我跟你讲。好好好，对不对？我都死了，你听谁说？哦，北仓。哎，别起哄，我已经到了。我已经到了。哎，身子在咱这门口。嗯。脑袋在北仓。北仓。你还不知道你现在在哪儿呢？那我就那样。对你身首异处了。挖地窖。我是到咱这儿正常的，我演出来。我来的还比较早，要不那大娘老牵上我，太可惜了。我一认识您，正好一下啊，我是晃悠悠，我下午我就来了，晚上演出嘛，下午我就来了。你也得问问活什么的，因为你来的就早，嗯，你先装死的，是啊，因为我很高。什么叫看高？您解释。高就是我装那个大褂儿啊，装那个裤子呀，装我那个鞋呀，装我那个板儿啊，装小褂儿、隐形眼镜儿啊、笼子呀，那个电话本啊。别说你们鞋啊，你不问吗？是装服装那小包。对，你看，临时这个到这门口演出来，一看就没那样的人。我说最近河北区禁止耍猴了，怎么还得这干嘛呢？啊，我那耍猴儿，卖土豆的，卖土豆还是干嘛的？不知道。嗯，啊，分开人群，我一看呢，好家伙，车祸！你看，可了，我一看这下半截啊，特别像你，怎么像？这没有这个了，没有脑袋了，看不出是谁啊？那你怎么叫像我？你这个穿成哪本我认识啊？旁边还搁一看包呢。啊，我也有一个。大褂包，对呀、啊，你那大褂在里，就这件儿，就这件儿啊，在里头呢。哎呦，我这不队长吗？这不是？哎呦，你怎么终于死了？什么叫终于死？就你怎么还弄这件儿呢？是吧？哎呀，你这事儿呢，我还有心情演出吗？我这心里都佛疼了，朋友们。什么叫佛疼？就都开锅了，都那个锅里了，我这都乱七八糟了。这叫沸腾，我沸腾了，那就着急了，沸腾鱼香了，我都。难过。把我这恨包往后台一搁，找我们那个后台的那个负责人金一鸣啊，叫金龙鸣现在啊，金老师，我得跟您请假，晚上演不了了。啊，您不是一直憋着犯累吗？现在您有机会了，啊，老队长出点事儿，您以后我们就服您啊，扶持您当这新队长啊。哎呀，小高子，啊，打个报告吧。打报告是没有那功夫了啊，您晚上您就传笔了，好不好？我得给办事儿，送客的场所。哎，你看我得把你这事儿弄明白了。出来之后跟旁边围观的群众一打听。我就把脑袋找着啊！这前你大娘在吗？哎呦，我那大娘，大娘让那个上这儿等你去了啊！我一看你打听北辰区着了，赶紧我奔北辰区啊！是，奔北辰区干嘛去？找你脑袋去啊！坐公共汽车啊！坐公共汽车，那还不倒倒地铁？哎呦，不打的，打的不行啊！好家伙，我坐打的去，不行，坐打的不行啊！我坐打的什么？没听懂张辉说啊？坐打的，坐打的。哎，那不是你开车，咱容易堵车呀。公交车有专用车道。哎，公交专用车道走打的吗？能走打的吗？那出租车不能走。对呀，那地铁都不堵车呀。
你真赶上他死的时候，那不更着急吗？那婊子蹦得快极了，你知道吗？着急得钱呢，主要是时间呢，时间就是金钱，效益就是生命。现在不是满速和麻将法吗？场子的标准。赶紧奔那个北山区，一看那，哎呦呵，哎呀，我那正着着呢，烧着呢，赶紧消防车那救我，拿个滋水枪过去，滋水枪啊。救火就是水火，水火还有玩的自水枪救火，就人家那个大管子连着水管子那个，那不就叫也叫自水枪啊？水枪不能往火苗子上滋啊，得往周围滋，滋那是为降温的，那不是救火的，滋。杀熟了，哎呀，就滋，我一看滋火，我别滋，我不是来救火来的，咱没点添乱。您是干嘛来的？这点水都让我给用，找你脑袋来的。这是专业，对吧？溜达达还又喝好，我当场着火了，全是脑袋。这个就有点像，就是他。别跪着！你这老活儿，这是。哎呀，这不行，这猪头。我当场还烧屋子。哎呀，这个。烧稀我这。这排球，这是。哎呀，我看你可像排球似的。哪儿？哎，我刚才那猪头像。啊？哎呦，这不老队长吗？是不是？老队长，哎呀，说坏了，队长。老队长怎么不粘身呢？啊？对，不粘身呢。排球。啊，你可以说话了，现在啊，尺寸已经不重要了。
你就算行了。八个孩子了，我操！对呀、啊，你看。产量够高的，还不知道呢。就是说，我还活着，您的一切的后事，您甭管了啊！您甭等脑子，别等脑子了啊！不用等脑子了，您甭管了啊！哎，等不了脑子了，我不负责了。什么叫冰啊？一死一生，乃见交情。哎呦，甭等了，真是，谢谢您了。哎，不要磕头，哎，不能磕头。磕头脑子又不好，脑子哎呦，明白了，明白了，啊，散会了，我走了。就是我去世了，后事您帮着弄的。哎呦，是吧？我累死了。后边那地方不带光顾，我洗了眼，嗯，跟王大爷一样。行，那你干爹。穿房过屋，妻子不避。这您明白是不明白？我不明白。哎呦，这很好理解。比如说咱俩是好朋友，我上您家串门去了。您夫人在家了，一听我来了，你反杀了，有必要吗？你在说什么？不能见面啊，封建你来了啊，我把我媳妇。对呀、啊，家里没菜，上西屋吃。不是说那三国演义，有必要吗？对呀、啊，就是，咱不是把他轰出去。咱俩要来串门了，赶紧走，上娘家待些日子去，有必要吗？这是我媳妇。有必要吗？对呀、啊。一块聊天都是朋友啊，比如说我一进门，你媳妇在那儿正不检点呢。我媳妇在家还不检点，不是不检点，那没事没事，这是正搞卫生呢，正洗手呢。你媳妇在那儿正洗手呢。真气死！你不要学完了吗？现在不就二十秒吗？正洗手呢，你看我去了。哎呦呵，不能看，哎呀，看完还得嫁给我，不能看。有这事儿吗？吃饱撑的。你媳妇是江女吗？是江女吗？还是啊，至于吗？我一进门，你媳妇在那边正洗脸呢。这还不让她一块洗呢。啊，这是洗面奶，别的就只剩牙膏啊。啊，行了行了。啊，这是什么？擦脸油。正洗脸，我一看，哎呦呵，不能看，看完又得嫁给我。哎，是吗？至于吗？我一进门，你媳妇儿正在那儿洗脚呢。洗脚呢？进来的不凑巧啊，我不凑巧，正洗脚。我一看，哎呦，至于吗？我一进门，你媳妇儿正洗屁股呢。我媳妇儿怎么那么脏？就不能一块儿洗了吗？不检点吗？不检点吗？在我洗屁股，那是不能进来。为什么？给你洗屁股呢？我就不能看了。你干嘛？哎，那确实是不能。我媳妇让我洗屁股呢。对呀、啊，你不那事儿。谁给你开的门啊？你媳妇开的门啊？好，我媳妇不能开门。给我亮子给你开门，让你蹭到门洗。你这人呐、啊，你当心了，你还八个孩子呢，对不对？你洗屁股干嘛呀？你不那脚崴了，你自个儿洗够不着。对，先真的，我怎么了？你就是这哈巴。行，就你这台上你轮回绕的，这什么意思？你这是？就是说，你媳妇在家，我也在家，你也在家，咱一块聊天，妨碍吗？有关系吗？直说不就原来不就这样吗？直说你不那不懂吗？嗯，穿房过屋，妻子不避啊。哎，这过去叫脱妻献子。脱妻献子下星期啊啊，下星期吧，下星期。由这个谁铁心叫我进去。啊，你真是，今天时间来不及了，时间已经很了。能吗？就这儿，就这儿。演员已经很累。就这儿，就这儿，就在这儿哈。下星期你又问就。哎呀，你都告诉你了。这个问哪个啊？问哪个？脱妻献子。脱妻献子，举例子您就明白了。嗯，也可以拿咱两个人举例啊。您就不是相声演员栾云平，您就不是。有的人就是这样，上台没事爱自我介绍，你介绍这个啊，说的好不用你介绍，观众也会记住你；你说的不好，介绍完了也记不住你。我怕你又把我当成捧哏了。谁说的？我没提名字，你非得在这儿显眼。真是，我都腻歪这儿了，气死我了！不提咱什么口大娘，你呀、啊，叫什么来着？
咱不提你爷爷，咱就说你。啊，是不是相声演员了啊？我改什么了？哎，你改成一个呀，相声大师。你就是相声大师了。我不是相声演员了。对，我改了相声大师。大师的意思就是你的艺术程度非常高。哎呦，在台上演出，观众非常欢迎你。嗯，观众当中藏龙卧虎，竟是高人呢。什么人都有。是哪位是公司董事长？很有可能。是哪位是相声队的李？观众当中有一位有钱人是了不起，哎，就喜欢你的相声。你乐什么呀？高兴了，你这是嘲笑的。不，这观众跟所有人都不一样，就喜欢你的相声。大多数是不喜欢我的。不对呀，有一位知音胜似两位。就爱听你，爱听你啊！这位含金量很高。什么意思？有钱有势，想请你到国外去发展去。嗨，我有那个护照。有护照，愿意去吗？愿意参加。哎呀，你得知道去的是哪儿。去哪儿我都去。去的是那个环境还是不错的啊。环境。哎，也很安全，不打仗。哪儿？毛里求斯。这地儿有吗？这当然有了，你是孤陋寡人的。毛里求斯。嗯，到那儿去，愿意去吗？可以去。一去十年啊。去十年啊，太好了。哎，薪水还是比较可观的。能给多少钱？你在这儿演出一月挣多少钱？一个月，嗯，大约是，能是说就行。八千，怎么跟我实打实啊？哦，八千块钱。你看，这透着不说实话。八千，你这儿爱挣多少挣多少，我也不问。不知道。毛里求斯那儿月薪，好，我到那儿降五千。哎，五千吧，五万，五万。欧元是他给我，多新鲜的，五万欧元，好啊，毛里求斯一个月啊，五万，干得好的话呢，人家那儿跟你们这儿不一样，你们这儿好，主要的是小时，永远这些钱，这个你心里是不是有没有啊？就应该保持一贯如此的。你要干得好，这个月比上个月工资往上浮动1.13%，他往上他乐浮动，你看这玩意儿，哎，你记着啊，到年底还双薪呢，12月给13个月工资，您不得意双薪吗？您不得意这个，年底给双薪，是吧？还有一红包，红包是一年13个月工资总和的28.5%，知道吗？对。然后呢？一去十年，你算算这十年之后，你一共挣多少人民币？那变成人民币？对，一个月不是挣多少钱？一个月是5万欧。5万欧元，咱现在别换成人民币啊！您自个儿算。既然是欧元，有简便算法。哎，既然是欧元，同学们，那就听我，我要算算了啊！您算吧。哎。1个月5万，5万，2个月是10万，对，3个月呢是15万，嘿，有这么大的吗？4个月是20万，4个月是20万，对，一年有几个4个月？一年的每月都有28天。哎呀，哎呀，一年是12个月，12个月给我13个月的钱，对，先12乘5等于多少？你看。众所周知，是60，我说那白算了，65万欧元，65，这是一年，65万一寸，没浮动，没浮动，每月表现好，他那儿不是吃死食，对，他浮动，往上浮动，1.13，值得学习，一个月5万块钱浮动1.13，是哦，那么谁算出来了？让你算一下就行了，哎，101.3%，1%。5万的1%是多少？问你，赶紧告诉我。问你，你老问我干嘛呀？5万块钱有1%，500，五百，对，我就浮动1%，不行，咱不能，不行，这是我零来了，不行，1.13少1分就不行，2.28，什么乱七八糟？我还存着，还没到那儿啊，我就
然后脑袋红包那个，哦，红包干得好，服从一点的一三。对了，我别干那么好，不行，这个就行了。不干好，罚80%。我罚80%，你还得写检查，写材料都不好用。咱别写材料，就问大的媳妇啊，随便给。给我那少给你3块2块的，你找我家里来。我真的是走哦，找我真的找。行行，买你要不嫌差那就行了，七五千吧。啊，反正这个10年吧，10年。哎，愿意去不愿意去？太愿意了。去不了。干嘛呢？白水县。去不了。我这脑子都乱了，算了半天。也没办法，算半天也去不了。为什么去不了？没那么回事儿。我呀，逗我。不是啊，逗你大儿，你大儿，我是得逗你，没说到关键的地方啊，没说到关键地方呢，有这事儿你也去不了啊，怎么去不了？你看你家里有实际困难，你走不开，我没困难，有困难，我克服困难，克服不了，你是新婚燕尔，刚结婚，哎，一共结婚不到1个小时呢，我也太忙了我，对呀、啊，正敬酒呢，奥伯来了，你说你走不走？我拉他一块儿走。拉着老丈人啊，我拉老丈人，我拉我媳妇儿一块儿。哎呦，你媳妇儿跟你走不了，为什么？人家那头啊，为什么给你开这么高的薪水？让你一个人去专心致志的去到那儿当钳工，知道吗？这是我专业。对呀、啊，不需带家属，你要你说带就带，没关系啊。毛里求斯，对，我在地图上查了，嗯，没多远，也就一哈来远。一哈来远，你这地图都一哈多长？我呀，一天回来一趟。我告诉我落东西了。多日子回来一趟，我是海军什么的。行行行，不问你。一天回来一趟，啊，这不够折腾，那不行。哦，一天回来一趟，心疼我。啊，对，啊，人家不让回来。一礼拜一回。不让回来。咱这儿还让一再回去。十年，你甭提那个，十年没有探亲假，不许带家属，一口价这些钱，你去不去？那怎么能不去？你不去，你不去，有人愿意去。去呀。去吧，你小媳妇怎么办？我让她干什么？哎，我假如跟我不认识啊，她有粉丝照去去去，好点也是粉丝，你看你没有粉丝，那对，让全部有粉丝，让她跟我父母过，你没有父母。你父母是俩人感情非常好，当然了，在前两年是双双的坠入海河。坠入海。我还没有捞上来，没有父母，跟他父母呢？他也没有父母，四岁入海河。不是王父母装王。对。哎呀。怎么样？别去了。那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吧？你想想吧，让谁照顾人？那我怎么想的呢？你想，还有亲属吗？亲属也没有了。哎，你这头他那头，所有亲戚朋友全没有。整个地球上只有我这么一个认识人，让你自个儿挑，把你年轻貌美、如花似玉、北方取笑毕业招牌扔给谁？拿走，拿走。啊，这是主儿，什么意思？都给您吧。把什么呀？你自己得说一说一遍，把什么？别您激动。把什么？把什么？把我啊，结婚一个小时的媳妇儿。一小时。托付给您。托付给我，你心肠可漂亮。那也没办法了，大高个儿1.27，1.27，1.72，1.72，没你家说的高，1.72，好大高个啊，身材又苗条又红又油条，哎，托付给我，托付给我，你放心吗？多好的受职工啊！放心吗？放心吧。哎，倒霉德行，放心吧，好像有点不大放心，真没。为什么挂相？您这模特都挂着相，挂什么？挂什么相？多精神！媳妇儿，哪有这身段？一溜没有你不放心，我还不放心了。你有什么不放心？我有什么不放心的呀？你媳妇年纪我这个岁数，你说你一走了，要不把她接我那儿去，我怕她不安全。那不接我就更危险吗？怎么危险？我照顾她呀，不能接。啊，思想再三，不能接。单独给他找一处房子，哦，谁也不知道的地儿。他喜欢热闹，嗯，喜欢热闹。滨江道热闹，热闹。滨江道，和平路是热闹不热闹？我就劝啥呢？呵，滨江道那有一个商场，滨江商站，
让他住在商场里，他逛着方便，在这附近。滨江商厦往南500公里，在那儿我给他租一什么呢？您就说洛阳，洛阳就行了。您都到了河南了，地理还挺熟，你看看啊。我好几次就去了河南，河南500公里，你提滨江道呢？废话，从那儿走我认识。咱就在那儿租个院子，那儿清静啊。您这个好家伙，外人就找他去怎么办啊？租个院子，你看看院子里边闹不的。好心不去我来个超市买点日用品，鸡鸭鱼肉蛋糖奶糖果饮料小食品沐浴液洗发露洗面奶护舒宝，对吗？您心真喜，您心真喜，那我到岁数了，您这孩子伺候过老年痴呆了。到这门口之后按这门铃，门铃我亲自给选的啊，亲自选的款啊，三声长两声短，我先来三长两短。我说什么叫我说呀，东西都放在门口了啊，自己往里搬吧，我就不进去了啊，我走了啊，我走了。哎，朋友们，我走了。别说，嗯，歇会儿。哎，对，进去。哎，不能进去。哎，不能进去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媳妇儿年纪，我这个岁数，人嘴两张皮，反正都是皮，舌头根子谁家死人呢？有个会说不会听的，我跳进海河洗不清了。跟我父母一块儿到这地儿，你老是客气，我得顾全客啊，一人要点儿的。哎，避讳避讳，省得您惦记着。呵，没过多长时间，买都是消耗品，东西用的差不多了，再奔趟大商场，鸡鸭鱼肉蛋糖奶糖果饮料小食品沐浴液洗发露洗面奶护舒宝。我卖囤货，一回买一回的，坐在门口摁门铃，三声响两声短。我说，东西都搁在门口了啊，自己往里运吧啊，我走了，我走了。不要叫卖，我进去啊，不能进去。哪你媳妇儿这年纪，我这个岁数，人嘴两张皮，反正都使力，舌头跟那底下压死人呢。有个会说不会听的，我跳进海河洗不清了，我得顾全。这哦，有毛病。哎呀，没过多长时间，嘿，巧了。赶上你媳妇儿过生日，嘿，这个还得去啊。哦，这买鸡鸭鱼肉合适啊，买礼物咱也不知道什么对心事儿，怎么办呢？开车先来一趟，到门口摁门铃，10000块钱一个大信封，里边那都是红包，懂吗？哎呵，搁在里头，打门缝里塞进去。我们家这门缝多宽呢。好耗子，10000块钱就能过去。哎呦，一张一张的。一张一张塞，连号都连号，跟德香似的，中间人偷了，都连号。摁门铃，我说那个东西没买啊，钱打门缝里已经塞进去了啊，一共10000元整。想买点什么买点什么，想烧点什么烧点什么啊，烧点啊，这不那十里衣服多点。我那什么，我走了啊，我走了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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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appy birthday to you。我媳妇叫秀秋啊，对，哎，您知道我外号吗？我不想问。我狮子啊 ，Happy birthday， 啊，狮子不秀秋是吧？我这快板有这词儿哥，你知道吗？我走了。不能进去。来，你老请我去。你媳妇这个年纪，我这个岁数，人嘴两张皮，反正都使力，省得跟这底压死人啊。有个会说不会听的，我跳进海河洗不清啊，我得顾全。哎呀，这个又过了挺长一段时间，我琢磨着东西用的差不多了，来趟超市，鸡鸭鱼肉蛋糖奶糖果饮料小食品沐浴液洗发露洗面奶，差不多了，没用的咱就别买了，是吧？少点东西。哎呀，还多点别的呢。多什么呢？多点老陈醋。嚯，天津静海独流老醋，山西陈醋、米醋、四川香醋，还有那个糖葫芦、糖墩儿啊，就是冰糖山楂，还有这个糖塞子，还有红果。啊，还有这个大白兔，
大白送奶茶。对对对，这老师这个原来都调剂调剂。还有老干妈。老干妈辣酱。对，不是送真人。老干妈。还有这个辣子鸡丁。完了。还有土豆。哎呀，您出来都拉到门口了。哎，我说，摁门铃，三声响两声门，我让我东西都搁门口了啊，自己往里搬吧，动作稍微注意一点啊。啊，对，一件一件拿，别着急啊，我走了，我走了。哎哎，进去。我不能进去，你说你怎么回事你？不能，你媳妇这个年纪，我这个岁数，就是那套，人嘴两张皮，反正都是你，生下来给你压死人。有个会说不会听，我叫你黄河喜迎。这个出洋相，出外根超刺激，你改结巴了？对啊，你要改吗？改个老话，我说三遍，哪儿觉着不老对了？这个反正洗不清，我得顾全。哦，嗯，我这个怎么样？你这还不如我这个。这个人呢，小人呢，以小人之心夺义父之财。谁是小人呢？你丧心烂肺！我告诉你，你媳妇儿这十年由我照顾着，你走了这十年，她那儿听明白了啊？白天我一天一天的我不进去。那么晚上呢？你不出来？我都没进去，我怎么做到不出来？啊？我从哪儿进去？天河下蛋，我怎么进去？好，我都没进去我呀。就是说，你出差走你的，你放心大胆的，大胆的往前走。哎，把你媳妇托付给我。我来照顾他，这不就托妻吗？托付妻子的意思。献子，献子下星期，下星期时间来得及。你把这讲完了，讲完了哈。我这你还有没有下星期吗？还有，还有这个你放心吧，你没有我就有。这个下星期是这样的，啥下星期？现在讲的献子，非得问啊。十年的光阴呐，岁月荏苒，日月穿梭。日月穿梭催人老，你嘴里辣子，话别插脑袋啊！就是十年之间呢，弹指一挥间呢，弹指一挥间，你这干嘛？弹指一挥间呢，就是过得很快的意思。现在就到了2033年，2033又过了十年。十年后你要看电影，有仨大字：十年后。点点点，请看下集，那是黑猫警长。哎，十年后了啊，这时候您功成名就，行，呵，浑身的金牙，当然是，然后浑身金牙，对呀、啊，浑身大金牙，就形容你有钱，哎呦，啊，两只手戴着15个戒指，15个戒指，对，给人家喝的8个罐，8个罐圆不上，啊，还其中有钱戴俩的，哦，有的是钱，脚底戴着铐子，铐子，啊，就是那个铐子，都是金的，全是金的。啊，大鼻环，好这么大个，嗯，有的是钱，这都是当钱公事，这是谁呀、啊？对，对，这是谁呀、啊？我呀，照样风里来雨里去的，上那儿，滨江上下那儿、啊，照顾你夫人。你甭提滨江上下。忽然之间，那天我在家里边上网，啊、哦，我一直吃毛豆，十年后都能上网，啊，打开我那个电子邮箱，嗯，那时候都邮箱交流啊，微信没有了啊。你给我发来的 email， 嗯，就是电子邮件，嗯啊，我打印出来，A4 纸更老厚，摆正面儿，啊，可多节约。我也看一个多月才看完，小说一样。嗯，日记，十年的日记，写什么？上那儿怎么给人当钳工啊？怎么这饱受摧残呢？是吧？人家说笑话去啊，就一个都没想过，咱们没了，是这种心酸劲儿吧？对，你不愿意心里早有。对，就有什么心酸，跟这儿一样的。最后一句话是整段的核心，就是你呀、啊，要回来了。我要回来了。要回来。头上渲染那么些。对，我一看，这好像非人的日子，你回来干嘛来呀？这回来的这干事儿，回来干嘛的？我得回家呀、哎。这回不能不上你太太那儿去了。好、哦，这得送信儿啊。是啊。你打电话说不清楚。嗯。开车奔滨江商场，到那儿一掉头，往南500公里。500公里，一直到他们家，摁门铃，三声响两声短。哎呦，这砸了！哎呀，这玩意儿怎么办？这干嘛呢？
面容解锁。好一个白盆吧。哎，开了。你媳妇儿给孩子正辅导作业。不是，这门等于你的脸能进去。哎，能进去。你看，咱多尊重，能进去，咱就摁门铃，不进，知道吗？这叫尊重。白宫是多余，让你有经验。给这个辅导，给辅导作业。媳妇儿脾气还挺大，三加三等于八吗？那个，嗯，哦，等于，对不起啊。我赶紧过来了，哎，你别瞎教这孩子啊！本来人写挺对，你瞎教什么？就是方程和 x 就看不见了，真是人就在这儿呗。再说点题外话，什么意思？后面有损，干什么呢？想听我唱一段？我不唱，我想唱一段。唱哪个？话题。行，不行，听不下去。咱这屋里有啊，有。咱这屋里有重要的事儿啊，把您写这个请出来聊，看看吧。你孙子要回来了啊。就最后一句有用，然后你别看了，我看一个月啊，那就是很迷的，知道吗？别看了。那还用看吗？咱也没想过，咱怎么办吧？回来就回来吧，别回来就回来啊，这怎么解释啊？咱说说，这还解释什么？反正事情已经这样了，就这样了。哪儿？我们正在这一筹莫展呢、啊。这时候呢，老大放学回来了，好吧？几个儿子呀？就俩。就两个，两个，爸爸，哎，你有事还告诉我喊爸爸去？嗯，都给我炸成糊的了，你管我喊爸爸去？我告诉你啊，别管我喊爸爸。过两天咱家来一人，长得不是缺德，事儿就逼吧，哎呀，到这儿，平常也拧着眉瞪着眼，爱张嘴，牙还不齐，缺个奶奶，三杯桶缺个奶奶啊，咱喊爸爸。我喊爷爷，叫熟了嘴，我把你撕撕个未经，听见没有？嗯，一点不害怕。这三加三等于八的是不是？那不是我，那本来弱智的。不用你，管我也叫大哥的。哎，没过多长时间，您回来了。嗯啊，天津滨海国际机场，您在那儿落听了。落听啊？不知道。落地了。落地。您那儿落地了，我赶紧，我得雇车呀。租一辆豪华的吉利 SUV， 太吉利啊！还有吉利呢，这不带动带动他们吗？哦，比亚迪让我带动起来了。啊，十年前说比亚迪，你现在多好是吧？哎，把您接回来之后，天津真属城大主楼，台下主席。真属城是干什么的？锅巴菜。真属城大主楼，台下的主席。宴请你，他妈爱吃天津炸酱菜吗？毛寿司有吗？炸酱菜有吗？你想吃你吃不着啊，那你连香菜都不好买啊。我什么时候告诉你我爱吃的？你爱吃你就爱吃，摆下酒，我想着你啊，对不对啊？到那儿豪华的包间，包间，我来两万五，两万五，真是的，就馒头吗？不不，大桌子，圆桌面，你坐当中啊，坐圆桌面的。对，你媳妇儿，你媳妇那边，我在这边。哎，你对面那给你俩儿子，一个还写作业，还写啊？那个在那儿，在那儿，哎呦，我那叫爷爷，我那叫爸，我那叫爷爷。呵，这不行。哎，您是娇妻爱子，人财两旺，还是我一个朋友？哎，行吗？哎呦，哎，别提谢啊，啊，别提谢啊，提谢咱就远了啊。不知道了，说什么？咱就远了。呵，以后咱这个朋友 啊，还得教呢，还得教呢，还得教呢。我拿开水教你。你别打了，说忘了就是天哪！你这有点过了啊！你打我干嘛？拜我！我说那么热闹，我打你了吗？拜我！哎，干嘛？你别客气。来，我说那么热闹，我打你了吗？哎，我打你了吗？说这热闹碰瓷儿来了，兄弟们。都说这挣钱，您别信啊！你俩这手工听不着呀？什么手工？我就问你，我打你没打你？要打你！干嘛？哎，狮子你别废话，别这样，别废话，不用打人。我这孩子哪来的？孩子是从放学回来的。孩子哪来的？你这个人呐，你太糊涂了你。嗯。出国多少年？十年。去哪儿了？保险公司。月给多少钱？1万。5万。对呀、啊，
公务员。你想这意思？一共给13。你对呀，你去10年，拿这么些钱，回家之后一看，哟啊，家里还添了点产业，多点东西，你应该感觉很 happy。多一冰箱我高兴，多俩孩子我高兴。你别老打人啊，我打没法说了啊。孩子哪来的？哎呀，你非得问，当着各位朋友，咱把这事儿挑明了也好，说明白了啊，咱可就说明咱不留情面了啊。说不说呀？你琢磨这意思，你今年多大岁数？我今年39。39岁走的，10年再回来多大岁数？49。49是年近半百啊，年近半百，青春已过呀。毛里求斯那地方，好家伙，多操劳啊！回来之后，你这个体格定下来，万一你要没有生儿育女的能力，哦，我怕你到死落个大绝户啊。那我也不要，帮忙的。没法说了啊，你老打人没法说了。这孩子哪来的？你把这撂下，我告诉你。说，你撂下我就告诉你，这孩子是哪来的吗？哪来的？我作为朋友，为了你，把我自己的亲生骨肉过继给你了。啊？哎呀！你可倒好，不分青红皂白，是连打带骂。交朋友不过如此，还这样？你说，常言说得好，你本欠交情难欠，你死一生难欠交情。春风过无期的不必托妻献子的好情。哪有你这样的交朋友不过如此？君子之交淡淡如水，小人交友蜜飘悠。淡淡如水，苍白茫茫，一交流不到头。交朋友学考研三年一别学那书记方卷接的卷可十八成了。再不像话，哪有这样交朋友？这样交换了下场。各位朋友，亲爱的朋友们，在父老乡亲，我也不欠人，咱们这根儿不欠人，为拿钱不借钱，为600多年没见过这样的。亲爱的，不欠我亲人的老师也哪有这样？我现在活不了，为了我的眼儿啊！实在不像话，朋友们，我有何脸面活在世上？朋友们，我不活着了，我要自杀了。嗨，啊，你后天中国队我就不看了，朋友们，替我许愿吧，中国队能战胜泰国队，谢谢，我就要壮出身膀了。友友们，咱拜拜了。我这有电吗？我电死我！哎呦，我又不活了，我这可哎呦，不行，我这我输了，不是，我这心里头，北极啊！但是需要让大家知道知道，嗯，
天津市曲师乡相声窝子，是张寿臣的马三立、郭荣启啊，这唐延安呢，都是天津的老前辈，对，了不起的大师，哎，都是泰斗级的人物。张寿臣先生这段说得好啊，这个可惜没有资料，嗯，但是张先生呢，给我们留下了一位徒弟，谁？田立和老师，田老啊，这个节目演得也非常棒，嗯啊，跟那个搭档王文玉先生。嗯，对不对？是，哎，人家配合珠联璧合，哎，天衣无缝。您的相声说的，我个人认为啊，小王文玉，真的啊，哎，得到王老的真传。我呀，对，你看他绝对，嗯，王老是咱们天津的相声评书名家，说相声说评书都非常好，还做的。哎，你看他写的书，对京剧也很熟悉。京剧，对对啊，哦，王文玉对京剧，啊，出的书就是关于京剧的，嗯，对京剧很熟悉。嘿，哎，你看看，这都是天津卫的老前辈，嗯，天津人说话本身就好听，啊，您同意吗？口音，哎，天津人哪人说话最好听啊？家乡人说话最好听，乡音。各位亲爱的朋友，可能绝大部分都是天津人，天津人说话就非常的有意思，嗯嗯，老天津话你听着那么哏，怎么哏，怎么有意思。是吗？为什么叫哏儿都啊？哎，老百姓说话都有笑料。天津为什么难演呢？您到外地那个相声有时候挺火爆，到天津不好演。哎，观众都会说相声，你走的大街人说话比演员说相声还有意思。对，谁坐底下听啊？对吧？你看有一段相声叫《纠纷》，马志明先生表演的，嗯，那里边都是天津语言。那个素材打哪来的呢？就是马先生在生活当中听来的。听来就是人家那个老百姓啊，怎么打架呀，吵嘴那个话，搜集起来搁在相声里。哦，这就真实。郭荣启先生有一段打牌论，嗯，那都是老百姓的话，他听来学来搁在节目里。哦，所以说天津人说话本身就可笑。是，您是哪儿人啊？我北京人。你看看，嗯，这个。我知道吧，小姑姐，就这么个意思吧。嗯，您是北京人。北京也不错呀，当然不错了。北京人说话也好听，是吗？对呀，北京好，北京有无数的风景，有很多的古迹啊，卢沟晓月、银锭关山，对不对啊？故宫博物院去过吗？太好了，万里长城，六十一张票，你提那干嘛？望而却步。说北京好，北京有三宗宝。三宗宝是文化、风景、语音好。别搬家啊，住着好。哎呦，北京好，北京好的，祖国的首都，那还了得吗？嗯，北京好，别搬家啊。啊，不许搬啊！啊，搬你孙子，别搬啊！你这本来不搬，搬了吗？搬哪儿去了？退休更得搬了。搬哪儿去了？这不这儿分社，我搬天津来了。哦，在天津。啊，天津更好了。那是。水旱码头啊，嗯，九河下梢天津卫，三道浮桥两道关，仙人水菜比不了天津。天津那是首都的东大门。对不对啊？是。哎，天津观众最喜欢听相声，对，喜欢听相声啊啊，曲艺之乡嘛，嗯，喜欢这儿的观众伺候好了，全国通吃，哏儿都没问题。天津有三宗宝啊，这是鼓楼、炮台、铃铛岛。嘿，后来鼓楼烧，炮台倒，大火烧了铃铛岛。哎，这都复建了，慢慢的都建设起来了。哎，非常好看。就在天津啊，是是，别搬家了啊，搬家你孙子啊，不，别搬家住着好。咱是东北又分社，我又搬到关外了。东北，哎，东北好啊，还好吗？东北那好家伙，高粱大道，年年丰收啊。是，东北有三宗宝，人参、貂皮、兀了草。你看哪儿都知道。别搬家啊，住着好。啊，东北好，别搬了啊！不，东北好，冷热多分明。由于我呀，啊，最喜欢吃这驴肉火烧，吃驴肉火烧。哎，你说这驴肉火烧，我搬保定。搬三亚啊？搬保定。保定好啊，保定府三宗宝，驴肉面酱分不老。嗯，你就在那儿住着吧，没事，弄点驴肉分着玩，不错。我那铁球分着玩还凑合。铁球让驴肉给替代了啊。嗯，你就保定，保定。不是，不行，嗯，太冷。我是搬三亚去了。三亚，哎，三亚好啊。三亚，啊，三亚好。三亚有三宗宝，嗯，啊，三亚是皮皮虾、螃蟹，还有那个什么港珠宝。你鸡上那没有，那没有鸡上。这是别搬家，不是好。还是这椰子鸡也好。对，椰子鸡也不错。哎，得了，还是回北京吧。又搬回北京了。对，那才叫真好。
好，这叫老猫防上窝，累累找旧窝。你看看，您是家乡难忘，故土难离。哎呦，哪儿的人，您还得归哪儿。嗯，这叫叶落归根呢。嗯，对吧？谁不愿意死家乡啊？您死北京，我是找死来了，是不是这意思？别的想没有办法，办北京吧，您别瞎办了。不办，反正就是您的相声，我认为说的就更好。您这是高材，我郭德纲的得意门生，我有好老师。郭德纲120多个徒弟，他最特殊，他是爱徒，特殊。郭德纲120多徒弟，114个爱徒。特殊在哪儿？特殊在那六个，哎，就是关系不错，跟郭老师关系不错。难怪都是。哎，他这人好学，各方面的知识人都掌握，透，对吧？各方面知识哪方面最拿手？啊，哪方面？我不知道您想考哪方面。没关系，你实事求是。你比如说，把答案叫来。你先，你比如说啊，啊，你要问什么问题来着？随便说，啊，说说就行。就是哪方面就是比较好，是吧？对，啊，就是遛弯。别难为自己啊，别瞎说啊。我遛弯儿啊，这是。啊，遛弯儿。比如说躺着呀，躺着遛弯儿，靠着呀，嗯，坐着呀，要死。哎，别。然后你遛着弯儿散步啊，没问题。看个电视剧啊，哎，呵，电视剧够住地方，可以，这行。啥子忙静？电视剧，咱就电视剧。电视剧。有一部电视剧你看过没有？名字是《佐罗》。佐罗，那是我小时候的电视剧了。看过吗？看过。电视剧啊，电影啊，还有动画片儿，舍甫琴科演的吧？舍甫琴科，反正踢球是吧？施瓦辛格，反正他演的。是，反正是完演的不错，不错，哎，当然跟他合影。动画片谁演的？动画片不坏呀。对，别闹了。演佐罗呀，大家都看过啊。佐罗是两重身份，一方面是大侠，佐罗是大侠；一方面呢是个百姓，百姓，对吧？大家看没看？我帮您回忆啊。嗯。比如说戴一个眼罩，戴一个礼帽，穿一皮斗篷，骑着马，那个粘着胡子，那个时候是侠客。也得沾，把这套都骗喽。他跟老百姓一样，就是老百姓。哎，佐罗骑这马，还有个名字叫什么？叫闪电。闪电宝马。形容什么呢？形容他瘦，知道吗？哎呵，你看你什么都知道的啊！哎，这马骑着特别威风啊！骑，郭德纲，郭德纲，郭德纲，骑着特别有意思。哎，马骑着声儿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双重身份，有时候他就闹笑话。嗯，很多事儿啊，就得办的稍微的隐蔽一点。您举例子，大侠嘛，佐罗有一对象，对象叫王贵芬。这贵芬呢，这是外国的名字。你看我说外国名，你记得住吗？你是一提王贵芬，你知道是个女性，得了，王贵芬，她上贵芬家找来去。贵芬家呀不错，跟咱这剧场一样，小二楼，知道吗？贵芬家那二楼啊是她卧室，窗户下边是一片空地，真事啊，我说的真事啊。每次骑这马去啊，把那马就停在那窗户下边那空地上，嗯，也不用拴，这马就通人性，跟养闺女似的，是吧？就是什么呢？主人不来，它不走，它不走，它老在这儿，哦，也不用拴，它不跑，下蛋，哎，提着这耳朵嘱咐几句，嘱咐完了，这是密码，马点点头，点点头，那意思，哎，告诉你就走了啊。然后佐罗呢，得上楼啊，慢上。